个都拥有真诚与善良的内心。姜卫先来合影留念。来，卡金斯，看前面。几少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卡金斯，来，卡金斯，再看一下。我们不同角度的媒体记者都可以喊一下，好吗？来，卡金斯这边。来，谭杰斯，来，谭杰斯这边，中间看一下，中间。谭杰斯 okay, 这边，欢迎谭杰斯和尼克。尼克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帅气啊！你好，谭杰斯，欢迎你的到来。那今天是作为狐狸居民回到城里，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是如何的吗？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今天能跟尼克一起，然后不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尼克，然后我觉得尼克是一个非常纯真非常善良，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完成自己的儿时梦想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今天来到这个世界就感觉非常的完美美好，也非常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美好带进了现实。而且今天是我们盛大开园的星光大马路，我觉得其实疯狂动物城在晚上进来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那么其实很快我们的疯狂动物城明天就要对所有的公众盛大开幕了，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给到大家吗？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动物居民一起来到疯狂动物城，然后能感受到今天我感受到的这些震撼。好，谢谢谭杰斯，也谢谢尼克，请二位继续沿着我们的星光大马路前行，去到我们疯狂动物城的城市天际线，来记录一下属于今天特别的入的出色演技，也是令他备受瞩目，而他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舞技也是赢得众多粉丝的喜爱。请来到我们的背景板前，他和尼克都拥有真诚与善良的内心，请二位先来合影留念。来，卡杰斯，看前面。其实二位都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谭杰斯，来，谭杰斯，再看一下。我们不同角度的媒体记者都可以喊一下，好吗？来，谭杰斯这边。来，谭杰斯。来，谭杰斯这边，中间看一下，中间。OK， 好，欢迎谭杰斯和尼克。